张军是我们辖区的低保户，家中两口人，爱人智障，同时患有脑血栓。社区知道张军患有癌症之后，动员社会各界力量进行帮扶，一起伸出援助之手，为他献爱心，做了的是喉癌手术，同时的话做了放化疗。捐献眼角膜，啊，他是患为喉癌，在他患病期间呢，得到了社会各界对他的关爱和帮助，他用一种感恩的心来回报社会，回报这些好心人，他捐献眼角膜这种精神呢，非常感动我，也非常值得发扬下去，我们于25日，签订了。器官捐献有个志愿书，张大哥在志愿书上签字并按了手印，这表示张大哥又成为了一名人体器官捐献的志愿者。我们也希望啊，张大哥，身体啊能逐渐的好起来，恢复健康，回到幸福的生活中去。你捐眼角膜这个举动，是不是想感恩社会，回报关注你的好心人是吧？完了也使你的生命延续，使更多的人复明，对吧？你这种善举非常感动我们，我们一定要向你学习啊！一定要向你学习啊！